大家好，我叫阿哈曼，来自巴基斯坦，是一名博士后，目前在中国石油东方武藤公司研究员，从事国家地质方面的研究工作。在新的大学本科毕业之后，我在巴基斯坦最大石油公司 OGDC 工作了5年。因为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，每年我们那里有很多人选择来中国深造，所以我也申请来到浙江大学继续学习。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时候，我听说 BGP 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，所以我选择来到了 BGP 作为我的博士后工作站。 BGP 的项目遍布全球各地，给我们的客人带来了很大的便利。2023年上半年，我就发布了2篇论文。博士后出站之后，我也想留在 BGP 工作，我特别喜欢这里。BGP 非常尊重我们的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，员工食堂会单独为我们准备清真食物。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感兴趣。下班后，我跟同事一起运动，有时候打乒乓球或者排球。Yeah.